9月7号，中文说唱圈发生了什么？之前在说唱梦工厂，盛宇联系 Lolo 帮唱 Hanji， 因为时间问题没成功。此次三人终于相聚并合影 ，Lolo 和盛宇合作的新歌也已经录制完成。懒惰宣布即将开始全国巡演，这位说唱新锐在冠军苏一直没有得到太大的关注。刀角、罗岩、连马也聚在一起合影。小李、倪尔欣在综艺节目中与谢个莹碰面，谢个莹表示自己跟小李发消息，小李总是不回复，而小李却是一脸懵。小精灵去全职猎人主题咖啡店，发现大家都很沉默，原来是食物太难吃，不知道猎人什么时候复刊。阿老回村给小朋友过了生日，还是一如既往的生活化。Candy、小李、A、Oliver、Owen 组成的 WeGo 正式成为厂牌，并发布了厂牌的首个 MV。